医院回来了。啊。怎么样看呢？开药了，上火了呗，没啥大事。干嘛上那么大的火？你不知道啊？你看看这点还肿不肿？还有点。还有点肿啊？嗯。哎，老婆。你上医院怎么回来那么晚啊？这是不是大夫都下班了？你。我不是上厂里去逛街了吗？你不上医院了吗？上完医院去逛街了吗？这不快过年了吗？给你买件衣服。哎呀，买什么买？我都不打算给你买衣服。看我回来也不起来，开的止疼药和消炎药。你妈什么些火啊？我不知道我火大呀。给你买那件大衣。我不想买衣服了，天买。不过年了嘛，不得哄哄你开心嘛。开心。2000多块钱呢，起来试一下吧。嗯，没骗你，发票在这儿，你自己看看。看没看？你看一看。2000多块钱，凑合。就买衣服了？那不买衣服，怎么买一件衣服还不满足啊？买点好吃的。那么胖，你都减肥，你买什么好吃的？那偶尔吃吃也行啊。哎，你快试试，快试试吧！要不行，不合适还得去换。买衣服有什么用？买好吃，吃肚里多舒服。怎么样？带毛的，然后这个领也是毛的，真毛的，看锃亮。这还是活里活面的，这个是羽绒的这块，到时候可以卸下来吧，这个哈。行了，翻开看看，看这里边可以卸下来。天冷了放上穿，天热了就把它卸下来。看这颜色，怎么样？挺好，试一下。舒服。好像稍微小了点啊。嗯。号儿。再大一码。再大一码吧。不行，明天去给你换啊。换去吧。换显得你挺精神的。行。你要再减减肥，穿就更好看了。我明天去给你换大一码啊。换吗？喜欢吗？还行吗？啥叫还行吧？留不留着？留着吗？不过这心儿胆秃的留。你这不对呀、啊！你这今都是无力不洗澡，你这家伙今天大不票出去又买衣服。脱下来放着，别弄脏了。这是干啥呀？怎么样？我对你好不好？哦。我这牙呀，这火呀，顶的。说吧，哎呀，不用那在那地方还得找找借口。我就觉得这一给我买衣裳嘛，就肯定没有事儿。那个啥，二胎的事儿、哎。怎么样？有点困了。这都过快过年了。哎，我有点困。嗯，干啥？一儿一女不好吗？啊？一儿多好啊！一儿一女不好吗？我问问你，将来以后儿孙满堂的，你不美吗、啊？不高兴吗？好啊，高兴啊！你说你不就想要个女儿吗？对不对？要生个女儿的话，20万块钱也够得花了。将来等她结婚找婆家，找一个条件好的，要彩礼要50万，你还挣30万呢。你可拉倒吧！别到时候我这倒贴30万。你看这账，你不会算账吧？啊！你别忽悠我了啊！啊！别忽悠我！哎呀，你这家，你这说来说去就为了要二胎呗？要不要？啊？要不要？要什么？老二。啊！不要。给你买衣服了。那把衣服赶快退了。你说的。我说的。退了去。退吧。你要不要？不要。女儿要不要？不要。那我就把衣服退了。退了吗？我说嘛，你也没憋什么好屁，还给我买衣服。哎呀！我把衣服退了啊。退了吧，我不要。嗯。